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26号，张医师线上直播。今天是老师的实作教学及答疑，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今天我们不讲课了，就直接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临床上的实作，请莉莉来主持。2021年12月26日，张医师线上实作教学及答疑。一，拇指痛。这一点痛，是这里哦。这一点痛应该按哪里？是按这里，还是按手肘？我是按这里。好，按认为这里痛，它压下去就会痛，应该按这里的人举手。开关在这里的举手。好，你也是吗？还是拿，还有拿按哪里？要稍微拉下来一点按。好，不是这个，开关就在这里，还是按这里？应该是按这边吧。这是这里吗？上次讲这里的这里。应该是这里。都没有认真听。我告诉你哈、这里管理的是管这一节。哦。啊，这里痛，这里以上的，包括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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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应该是这里，都是手，对，手，所以包括手背痛，这里骨头以上的都是手，啊，所以你们怎么都会答错呢？啊，这样怎么在第一线呢？你们都退后到第二线了。这里痛，按这里那肯定是错的了，了解吗？都在换处按。一定是这里啦，这里没有按好，那也就把就是患处体伤嘛，就这么简单。是，好，那擦腰，擦腰，那擦腰啊。这一点痛吗？不会。这里也还好。这里，哦，这里又比较痛一点。哦，这里也会。嗯，这里呢？那你不会。哦，那就是从这里呢，这里也在痛。哦，这里很痛。所以你真正就是在这里的。那我们另外一个手法，我建议你们，肘部延时点就是按完这个顶住，那顶进去一样，这一手要扶上来，然后这个顶下去，那这个就很扎实，是不是？所以我虽然舒缓，其实就在解症。哦，我这很痛。好，你再动动看。痛了，真的，真的是啊，不痛了嘞。原来你的问题是在这里。对啊，我不想。那你们没有找出来，因为你的痛点也这里也没有痛点，就在这里。在上面，上面。你看我这里，这里怎么样？肿的，肿啊，会痛吗？按了就痛啊。这样按按就痛啊？没有，那就很轻，不痛。很少按，从这边开始都按了，马上就解症，都按了就不痛。可是就一阵子又会来。好啊，一阵子就在按嘛，就这么样。啊，是哦。你有时候按的自己按不够深啊，我帮你按按看，这里痛不痛？痛。痛，这里呢？这里比刚刚还不痛。这里呢？这里还好。还好，那就是这里。所以我们说哈，在这个隐状肌第一点一定是在两指交接处，啊，你们很多会直接跳到这里，啊，这一点如果忽略了，很多就没办法。你对了，你有按到。哦，是，因为我按了这里，马上就不痛。对，真的，真的就是只有这一点痛，那很明显嘛，这个痛还是属于他处，但是他那个变形的，就是患处。那患处就是温敷嘛，没有其他。请老师补充说明。好，我们这个视频临床上也蛮常见，它是拇指靠鱼际那里在痛，志工们他们就找我们的拇指开关，拇指鱼际在痛，你又找拇指开关，那显然是从患处。我们。了解痛多属他处体伤，拇指这个一记再痛，应该要找肘部了。同样的食指痛，也是一样，不能再换处按，一定要找相对应的开关，那就是隐状肌手背部延时点。这个是基本功，而临床上也常见，但因为
之前我很少去基金会，现在书也写完了，比较有时间就会去看他们一些问题。有时候我发现好久没有去，他们一些基本功都已经模糊了，去也帮他们复习啊。我想他们可以学到，应该全球在学原始点的人可借由这个视频，应该也可以让实际操作更加清晰。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二，板机指膝盖痛，是胀胀的。他平常他就是这样缩起来，不没有办法搬开，搬开关节会很痛。嗯，啊、还有这个内侧。走路走走有时候就没人要跪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跪了、没有把握。现在有力痛吗？现在也会。比较不会说这个目前是不会了，有比较减轻了是吗？较轻，有较轻，有感觉较轻，但是我自己没有把握。你就直接讲，感觉就好了，比较好。啊，还有痛吗？走路不会了，现在不会。简单讲，他都有按到原始痛点，虽然动作不是很标准，但因为只我说的解症，重点在位置。其次才是手法，所以位置只要按对就能解症，所以你位置有按对，你刚刚找那个第一点到最后每一点都有按到，所以可以解症，但手法还可以加强。一般因为以这里比较肉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是用站姿的，因为站姿你才有办法下去。好，那这个站法就是这样，我的脚尖对臀能纹，那这个放着，然后直接靠过来，这样，这里痛不痛？哦，会，会哦。你唯一一点就是没有问，我真的还搞不清楚它痛点在哪，这一点痛不痛？会，会哦。这一点呢，痛不痛？会。这一点呢？比较好。这一点痛吗？不会。这一点呢？一点点。可见我刚刚哈，因为这是第三点，我刚刚站姿力道还比较大。嗯，对。哦，这里很痛。这里很痛。哦。应该是一二点，很明显。因为我这样翻过来，一二点应该力道不大。好，下来，这一次再走走看。但如果顶得进去，它你看它刚刚的深度就已经可以解症，那可想而知。走一下，走，现在可以走了。不要开玩笑。现在膝盖是不是轻松多了？更轻松。那个板机指哈，一般多属患处体伤多了，但我书本上说或属他处体伤，或属患处体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帮他按按看。你哪一指？好，翻过来，隐状肌，这里痛不痛？哇，怎么样了？加听呢？加会听未？加较袂，加较袂，加呢？加嘛袂对不？加会袂？加加想要救啊吼！啊加呢？加袂？加呢？加袂？好，它很明显，它的板机指是这两点，我稍微再大力一点点啊，这样就很痛。你还是这里的，我认为还是这里。它真的很痛，所以我也不敢再大力。关节疼，这一关节就是这里引起的啊。好，安尼就得得听，啊，拢袂崩的哦。好，啊好，你即马震动看下，看有较灵动无？还是有卡卡。我知道，啊，你那么痛，我也按不下去。这个哈，一般那个板机指哈，我们一般以解剖学，他们都是说纤维化。
纤维化你不可能一下子让它恢复弹性，所以我刚刚讲板机子多久换处，我也曾经有按过马上就能开的案例，但是他怕痛，我们就不要。九月到现在，我知道你买过起家了。我家家有一条本钉钉。我你那里硬硬的哈、哦，不能按这里，越按越硬，翻过来按这里。啊，这里很痛、嗯、你就慢慢这样磨、嗯、磨磨、嗯、然后这里温敷、嗯、那这样它就会软、嗯、好不好？好好好，那这里前后都可以温敷，好，就这样。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膝盖痛，多属发处体香嘛，按推的方法就是以臀部，患者肉比较多，屁股的也就要按深层的话，我的建议还是用站姿，站姿比较能够按得到。板机子的问题刚刚也都已经讲很清楚了，多数患处体香，也有可能是他处体香啦，但一定要按完才知道啊，因为患者还蛮怕痛的，稍微按他就一直喊痛，没有按得很深。如果按完再加强温敷，我相信它会慢慢改善。好，这个就补充到这里。三，眼睛周围很紧，加白内障。他来的时候，就是他最主要就是眼睛周围紧紧的，然后还有检查有一点白内障。那我问他眼睛看得清楚吗？他说看得清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白内障了。因为白内障如果遮住，你按推也没有用啊。紧紧的属于正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香，所以照理这样的患者应该手法就可以解正，也就刚刚等一下按完应该就可以。虽然我还没有做，但是以我们的理论是应该按完他就能改善了。那这个就考验我们平常的手法。好，你来按按看，头侧过去哈、嗯。这一点会不会痛？嗯，会痛。好，第二次。那你第二次嘿，就是继续做、啊、然后来回就三次。好、啊，就不用再问了，因为你已经问压痛点在哪里。另外那一边。啊，对。好，这样可以了，因为头部延时点就是看耳后这两点为主，枕骨为主。比较舒服。他的手腕标不标准？你们直接说了，我看你们也不要为难。摆动太小。摆动太小，是吧？摆动太小，是吧？是吧？你看哈、哦，三脚猫的功夫，但是已经可以做来改善。来，你发声。因为哈、哦，这样是不行的。你们遇到的是这个是很轻重症，这个是你们的菜啊。但是连这个都不能解决啊，那就有一点冤枉了。好，这一点痛不痛？痛。你看哈、哦，很明确。你看我的手有没有摆开？然后他的手法还有一点，我就不会斜，好像有一点弯吧。其实他是这样，你看他。这个它有还有一点点角度，我就学不来。那我们第一个要顶进去啊、哦、这样身体很自然顶，它就感受出来，所以我不用出力啊，握膝前，这样是不是蛮舒服的？应该很痛啦，这一点很痛，对不对？嗯，好，那第二点，这一点痛不痛？痛。痛，好，这一点痛不痛？痛。三点都痛，好，这样已经按过一次了。好，每一点五到十下，好，第二点，对，这样就可以哈，一样顶住，这里痛不痛？痛。所以它每一点都在痛，没有分哪一点的啦。这里是不是也痛？嗯，对嘛，这个才是应该我要的，所以它每一点都痛，两边都一样。好，我都两次就好。好，起来看看。应该说舒服啦，舒服，有进一步舒服了，对不对？对对，本来是很紧，不会那么很紧，不会那么紧，五个开筋，对吧？五个开筋。头部延时点是主宰着整个头部，这两点
那我们头部原始点还有枕骨下缘啊，但是决胜负就在这两点，这两点如果他应该占有7分，对，这里只是3分，两三分呐、啊，那、啊啊、这个七分到8分呐、啊，所以我们按完他眼睛已经有亮，嗯、我们可以再把枕骨下缘再加强一下，这个是加强。当然枕骨下缘有些按了眼睛也会稍微亮一点点，但真正的让它亮是在耳后。这点怎么样？会不会痛？这里已经大于90度，对，那要怎么调呢？啊，对，它再上来，这样就90度，这样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它现在可以变得更轻松。没错哈，这点会不会痛？嗯，会，会痛，好 ，OK， 第一个哈、哦，它要按同侧的话，不要这么小，这样不对的，就叫它靠过来，来，你过去。啊，这样啊、哦，这样、嗯、这样不是很舒服吗？对对。然后我就坐过来，要不然他有动，他这样卡着也不舒服。那手就是这样放下去，这样我力量就进去了，就不用再有其他的动作了。那这个手一定是垂直放下来，而不是这样。这个动作一定要改。我们这个是要让安武头部，不要让它转动啊。这一点痛不痛？痛。这一点痛吗？那你看哦，我要按到下面，我把头再拨过来一点，拨过来，那下我就不用再下去了，我这样就直接可以按到了。好，这样如果是一遍，好，那我再把它从下面再按上来，那我你看我就把它拨过来，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所以这个很灵活的。那另外同侧来，你头进去，头进去啊，我这样直接顶进去，好。身体要往前，你刚刚没有往前，就这样啊，你揉得很没有劲，这里大于90度，我叫你就是这样，那、啊、这里一定是平的，好，那这样就顶进去了，好，那顶进去就是可以来回，啊，这样很轻松啊，然后我这个手轻轻放，不要大力，我跟他按的位置有没有一样？好像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它是不是比较下面一点点？哎，啊，我按到上面有一点顶到骨头，对不对？对，所以两个位置也不一样。好，注意啊，是骨肉交界处啊，你要解正一定是这样啊，偏太下面也不行。哦，非常的明亮，然后那个压力的那个周边那个紧都没有了。好，你们别以为我是在变魔术，因为我还没有按。我已经很清楚他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紧绷叫正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上，所以你只要手法按对了，他就可以做到这样。再温敷一下，可能5-10分钟，顶多20分钟就可以让他走。那一般热源进去，他舒服度会更亮、更舒服。那我来回也只不过2次，如果他没有做，我顶多3次，啊，3次不用花很多时间啊，所以手法决胜负一定要练习。请老师补充说明。啊，基金会哈、啊，我之前都因为在改手册，很少到基金会，也很少教志工手法。有这一次机会，刚好书也写完了。我现在每天都会去基金会看他们做一些来的学员，我也发现哇，现在志工的手法很多都已经跑掉，而且基本功也不够扎实，这也是我到基金会感触很深啊。如果我没有去，这个原始点越做就越偏差了，很多本来可以立刻解正，结果来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也会让患者对原始点信心、哦、慢慢失掉。那我在想，基金会是这样，全球很多人看视频在学，是不是能够学到很扎实？我也是打问号。包括我最近看一些视频，比如说大陆的在做头部原始点，本来头部原始点是用食指法，食指的工具来做，我竟然看到也有人竟然用拇指侧沿去按头部，也就耳后原始点，这个很明显就已经是有问题的。
还有人说拇指也可以按得很深。其实这些工具包括拇指按引撞击，这些我都使用过了。有时候脚踝很痛，你轻轻摸，用拇指测盐也可以按啊。他按得不深，非得用食指不可。大家也知道，如果大家都实际有在做，食指的工具比拇指测盐按进去的力道肯定来得更大更深，可以按到更深层。当然手肘那个 力度又更大，按得又更深层，要看部位而使用。食指最主要就是用头部延时点，也就耳后那一点，一定是用食指法。有些人反而越用越委屈，因为食指有些人工具就根本拿不准，也不懂得要握虚前按下去，因为他要摆动，他不会摆动，整个手腕都僵硬。这里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很好，我认为很难。在这一段时间，我去台北基金会看志工的手法啊，头部延时点几乎有八九成可能都按不大出来。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些志工都会大幅提升了。我想以后就因为也没有再改书了，可以多拨一点时间再跟志工方面走法教学方面直接教导他们，他们在学习上就会快速很多。比较可惜的就是像大陆我也没办法再去，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他们做不出来就改我的手法。这样改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压痛点在深层，像拇指法他要侧沿按进去，我几乎可以判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是侧面按进去，那食指法你头先稍微侧，等整个是站在侧面，可以直接顶进去，用身体的力量直接顶进去，哇，那个力道非常的大，你既可以做前也可以做深。我们很多志工可能不大会用，自己就不敢用，很多也有人开始用拇指，这个是很不对的。这个在推广延时点已经在我看法已经走偏了，我也不要说哪个地方有这样的手法。不过视频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如果有观看这个延时点的手法篇，这个才是标准的。如果有去推广点他们做的拿的工具不大一样，也还是要以我的视频为主，千万不要被，因为他们有些走偏了我也没办法管到。包括我们基金会的志工，有些光扶头部，有些人都扶到头顶上去了，只要轻轻一放，另外一手轻轻一放，放在头上把它固定就好，连这个动作很多人都放错了。这个你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些都是基本功，一定要多看视频。刚刚我们志工也是在按枕骨，大家也看到了，有时候那个手肘那个应该要有肘弯，应该有90度，常常都已经大于90度，那就代表怎么样，身体没有往前倾，这样力道就出不来。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枕骨下沿，我看很多志工都按到枕骨更下沿一点，没有碰到骨头，都是在肉，这样是不大能解症的。他一定要按到肉跟骨之间，你按下去还有硬硬的感觉，如果都是软软的肯定是按到下面来的，那这样解症的效果就会差很多。这些细节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头部延时点我就补充到这里。四，胃痛。你哪里不舒服？左边的这边胃。然后痛，就是前两天是痛到这边。哦。对。了解。对。
这样多久了？因为这个是轻重症啊，也没有什么好问，而且才痛两天而已，看体力还不错，所以大概关按一按，然后再温敷就可以。这样可以吗？可以哈。这里呢？会哈。OK。那你刚才就只有这一点哈。好。那我们再测试另外一边看看哈。那这一点。这一点。痛。好。那这一点。不会。不会。好，那就有这三点哈。好。再搓。我再帮你走下面看看。它没有进去是吗？不深。好，停，来，你这里不要揉。好，有一点哦，他来的时候哦，患者只说他这里痛，那我们找好这里对过来，应该是以这里一巴掌为主，揉到这里来已经是不属于延时点，这里再按下来就是怎么样，按摩眼。所以我们延时点一定是蛮专业，就是患者来。那我们听到什么样，我们立刻解症，就是快很准，就把它做完。然后而且轻重症，所以这些都是多余。然后你刚刚找出来有三点，就是针对这三点解决就好。那这点很痛。这一点，你胃痛从哪里开始痛？胃痛从这边痛到这边。那这点也很痛。它这里痛到这里来，那就是这里是最底下嘛，所以我们说这里嘛，那你按到下面更下面来就是多余的。好，我就是刚刚看你已经在按这里在找痛，那这个是不必要，那胃就是直接对过来这样。所以如果他是腰痛，那你一巴掌就，他有可能往上找，这个是允许，但不可能是往下找。往下找的一定是错，好，比如他胸闷痛，你又找到腰椎来，那这个肯定就不对。还有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他是痛来的，痛多属他处体伤，着重在按推。那按推就是你能不能解症，不要先温敷，就是按完要先问他啊，你有没有好？他不要就是按完就，然后他趴着什么也不问，然后就温敷。那到底是温敷好还是按推好？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肯定你这样做是哪一个有效。那这样你们做就知道要去改正手法。如果万一不能解症，那我们手法一定有问题。因为痛多属他处体伤，你按完却不能解症，那不要就断定啊，那这个是患处体伤，可能是手法有问题。那你再看看，有差不多改善几成？八成。八成，那这样就够了。啊，够了，你还要按下面，那不就是多余了吗？对吧？我现在弯腰比较不会痛了，因为我之前弯腰是痛到这样子，我是要这样子弯弯下去，不是这样子弯的。所以这是一个程序，也就是你们一定要养成习惯。既然痛多属他处体伤，有没有解症是看手法。那温敷只是多那一两成而已，那个意义不大，所以你。一定要按完立刻问患者啊，如果还没有解症，有可能是在深层，稍微再加重，那你这里痛点针对痛点温敷，这样就 OK。 谢谢。今天淑凤就跟我讲啊，帮他按，结果他手臂痛，那手臂痛他按完没有解症，那因为他这里有手术过，他就怀疑这里手术的部分是不是有拉扯到，那这个就要注意了。也就是当你他痛的时候，你没有按开的时候，你先不要说他是患处体伤，因为痛多属他处体伤，你应该要考虑的是我的手法有没有问题。这个是非常不好。第一个，可能手法不到位，然后又说患者是患处体伤，那患处体伤又增加他的压力。哎呀，我这只手。不好，已经很可怜，现在又要考虑到我手术的部分，那手术的部分又有果生果嘞。我按完它有没有改善？你们有没有注意？有，它可以举起来，它就不麻。对，然后而且它这里也改善。对，肩部延时点我是怎么按？我按得很深，因为我们的自宫按完已经没有改善，又说患处体伤，那我一想一定是按得不够深层，没有其他理由。那一般我们志工都是只有这样，所以我来我就不这么做了，我就等于直接进入到深层，那我直接是
顶着，这样顶进去，而非我们跪姿，然后这样轻放，然后这样猛，那这个是表层。那如果你要按深层，你身体一定要高，然后要往下压，那这样才能深层，它就有改善。对，那这样就可以确定它不是患柱体伤。对，希望你们在按推的时候，整个的针对原始点。按推之后，先起来检视有没有改善，没有再往上去找过往哪个地方。对，或是要深层，或是怎么样，他一定要先问完，我们再来调整，而不是直接就，因为他柱体伤是靠按推解决嘛。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胃痛这个对我们是小 case 嘛。很小的问题，对过来就是在刚好上下背部交界点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压痛点。果然志工也有找到，只是他又按到下面来，那很显然是已经超出我们要解症的范围。原始点如果谈解症就不应该什么痛好像整条脊椎都要按，我是不赞成这样。针对患者局部的解症就可以，而且患者来他也不是，你看他身材还有体力都很好，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轻重症。轻重症不一定要先温敷，有时候直接按推他就可以解症，按推完再帮他温敷个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比较也是很常见的，我发现之前没有严格要求，很多志工常常一个胃痛就整个上下背部都在按，都在问这里痛不痛，那里痛不痛，问了很多，这个都是在诊断方面原始点的基本功都没有做好，这也是特别跟他们提出来。啊，另外刚刚也是提出一个上臂痛，上臂痛我们知道也是肩部原始点管，之前就有一个志工按推完患者没有结症，他认为就是患处体伤，就在问哎呀你上臂痛还有哪里还有感觉，他就找患处周围，甚至找到前胸来，前胸又看他有手术，又再延伸了，哎呀你这个会不会是因为之前的手术影响到你的手臂，这样一谈就知道这个志工的观念完全不清不楚的。我对这几年一直在写书也发现志工很多不止手法出问题，连观念都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一天我特别跟他们提醒，我也做给志工看，患者他们做出来不能解症，不能解症我直接就按到很深层，按到深层的时候患者就有压痛点都很明显，按完患者上臂痛就改善很多了。很明显这个痛多属他柱体伤，你按不出来就要开始反思了，是不是手法有问题。也就是这几年因为自己也忙于写书，也就没有办法去教导志工，对让他们好像有一点放牛吃草自生自灭，这一段时间常常跑基金会，这一部分一直在跟他们从基本的概念讲起，我发现这一段时间下来他们也慢慢在提升中。那我也希望借由这个视频让全球爱好原始点的能够在临床上能够更清楚，也知道要怎么充分来应用延时点。好，都是小症状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视频。五，肾病末期小女孩。西医诊断她是肾病末期，那她现在是建议她要洗肾。12月10号的时候肌酸酐是12.1，那12月15我们有再去做个回诊，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原始点的方式去做处理，那12月15号肌酸酐就有稍微下降到11的部分。
他整体的身体上的体能啊或其他的都没有异常，就是不会有想吐啊等等的，只有在他吃完饭后，就是他会如果不是那么消化的，他可能就会血色会变得比较苍白，然后可能会有时候会有点想吐，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就是给他去做进行热敷然后调整的话，大概一段时间二三十分钟之后他的血色就会回来，然后恶心的感觉就会消失。刚刚讲的西医的所有检查，因为我们的身体检查出来身体的变化其实跟我们体表观察的其实是一致的，我们身体从生下来身体就开始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那它的变化不是变老就是变病，然后慢慢走向死亡。什么叫病？就是有症状，人哪里不舒服啊这些，如果没有那其他的变化都属于老，比如我头发白那个，但我没有症状，或脸皮皱，那这个就是老。但是他吃完饭脸部比较容易白，他也会比较容易疲倦。那原始点认为那这是病，正的体力虚弱，这两个有正的体力虚弱，如果以原始点的诊断，那这个他反而是重病。我们有分轻重症，那再严重一点叫重病。那重病还有分，比如显象胰腺啊、命危。那如果以他的，他不属于轻重症，轻重症是以按推为主，只要把开关按一按就可以解决。但光就他容易疲惫，还有他吃饱饭脸色会比较苍白，这样来看就足以认定他是属重病。好，那重病的处理一定是以热源为主，因为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所以原始点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是，西医是靠外来的仪器来帮他洗肾，但一洗就这个孩子我认为就毁了啦。理由很简单，因为现在这么小，一洗就一辈子，靠外来的一洗，还有一个问题，他以后不想洗也不行，洗久了，因为里面的功能都已经萎缩，长久不用，那就是注定他一辈子要靠仪器洗，那洗会非常麻烦，然后每洗一次，他等于是冰敷一次，所以一般洗肾的患者长久生活会很不自在，因为也不能去常年旅行嘛，随时都要准备要什么透析啦、洗肾啊那一类，长久洗寿命也会缩短，这是可以确定，因为冰敷嘛。原始点它是很直觉的，就是从果推因，所以我马上就可以跟你讲它是重病。那重病又分三层，我刚刚讲就是一般的重病，然后再严重一点叫做显象胰腺，也就是他体力越来越差，然后甚至已经影响他的活动力了，那这个就有生命的危险。那如果再进一步，可能还有紧急呼吸困难啊、水肿啊、尿不出来，这些比较紧急的，那如果这些出现，那就是更加严重，那不只是显象，还进一步命危了，这时候就要更加强热源。但以重病分成一般的重病、显象胰腺到命危，如果我来诊断它，它是一般的重病，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短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没有像西医讲的要赶紧洗肾，现在是最好调理的时机，你们要懂得怎么样来保养它，避免寒凉。它有吃西药吗？有，立刻停，因为它现在很寒呐，西药全部寒凉你到底是要救它还是要害它？那原始点我刚刚讲的，它最主要的观念是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而不靠外来。那外来的一些坏的东西、寒凉的，它因为热能不足了嘛，就不能吃，包括冰啦、水果啦，一些比较凉的，甚至甜食啊，那些都要禁。然后更要禁的是西药，西药比那些更寒凉。那如果你相信他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你看你们说的给他热源，他那个指数就下降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人体自我调整了，但要赶快让他知道，就是避开这些加重他的坏的因素，这个你们一定要去想通，要不然你们用原始点没有什么意义，一边来这里求解药，一边又在吃毒药，所以重点是观念，他现在没有那么危急，没有像西医讲的，那这种要让他完全恢复是很容易的，只要你们照做。原始点就是所有的方法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既没有用药，
也没有侵入性。那所以你们现在就要想清楚，你们是要让他以后靠一些仪器来帮他外来的力量来帮他一辈子呢，还是让他像健康的人活一辈子？西医他不只是讲到洗肾，就他洗肾是过渡期，最后还叫我的女儿去捐肾给他，现在做配对。那个太离谱了，我刚刚已经讲，你从生下来你就注定要老要病，而不是西医告诉你怎么样你就怎么听。我问你，体表你看出来的所有的变化，除了老跟病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嘛，我头发本来就是老嘛，脸皮皱就是老嘛。但如果我有不舒服，我比如脸色突然苍白，看起来就病恹恹，像洗肾就是脸色就是暗黑的，那一看就是病态的颜色啊。体表跟体内是不是都一起的在老化？那生病同时也是都是这样。你们现在最大的迷惑就是体表，你们能同意我说的，但体内你就完全的抛弃了老跟病的概念，就一直相信那些数据。检查的异常指数是老化的现象，而非病态。比如一个人年纪轻跟年纪大的血压那个指数啊，本来就不一样。但你硬要说他是病，那西医说他是病，你们就认为他是病。本来身体随时都在变化，他在各种情况下他没有症状，什么都没有。体表的会老会病，体内所有检查出来的也只有这两种，不是老就是病。他的异常指数是老而非病。那异常形态照理我们发生长发育的时候越来越高才对，但到了某一定程度反而不会增加，甚至越来甚至还会弯腰驼背。那这个是老还是病？老。对啊，老啊。那他的肾就是不一样的形态，但是他也没有痛也没有怎么样，那这个是老还是病？体表的你都会分，体内的除了老病以外也没有其他的，那、啊、你怎么分不出来呢？然后被吓唬成这样子。所以哈、哦，我告诉你，西医常常是无厘头。你别以为医学很进步，在我看法不是，他常常很多讲法已经背离我们的常识，甚至你只要稍微用智慧去判断，你就可以分得很清楚。所以学原始点是学到智慧了。我今天跟你们讲生老病死的，你们都一定会遇到。他连老跟病你都分不清楚，那你在治疗什么？听懂了吗？这个孩子根本没什么啊，他唯一病的就是容易疲惫嘛，这个我们要赶紧帮他嘛。然后吃饱饭后那脸色苍白，这一定不对了，那个热能已经不足了。如果体力再下降，那这个就有威胁生命了，而不是洗肾的问题。他根本也不是洗肾，肾跟心脏有没有关系？心脏如果不跳，他肾会好吗？所以那你治肾一定还要补肾啊，补心啊。啊，如果没有热能去推动，你心脏能够跳吗？所以我要给他、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层层关系啊。他光洗你的肾啊，其他都不补，当然他不会好。要好就要整体的把体质照顾好，我这样才能够让他一劳永逸呢，一辈子他会活得很健康呢。我是为他长久计的，不是为你眼前哎呀这个指数怎么样呢？我们先来解，然后洗肾，洗肾之后身体又变差了，以后又有一些毛病出来了，你又在开始烦恼了。每天这样你日子也不好过，他也很难受。其实本来就很简单，他小没有关系，他你看他小小的，他身体功能都在，那表示他足以应付，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好了，来我这里都不用手术，不用换肾，什么都不用啊，就是温敷，这样很轻松的。我是真心跟你们讲，不需要吃西药。然后如果听懂，我再奉劝你们一句，以后不要检查，因为所有检查不是要检查出老，要不就是检查病。啊，老的西医会说成病。都是随他讲，讲到本来没有什么事啊，大家好像背着很大的压力。你来我这里不是很快乐吗？想通了吗？有，真的。你当妈妈的想通了吗？同意照我的方式了，西药同意停了吗？立刻停，我敢叫他立刻停，就是我有办法，我很自信，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原始点的自信是来自于我去做过太多的案例了。
上次你们来之后，他回去你们都有照这样做吗？对，就是主要就是以温敷，然后手环因为还不是很熟练。我刚刚看你念得很好哎，好，那你温敷之后，他这些日子啦，就是从17号嘛。现在也差不多快一个礼拜了，整个的变化你觉得呢？最明显的会是在他的那个脸色，因为他之前吃完饭就是嘴巴已经会发白，对对对。对，但是他自从那天来处理过之后，他的嘴巴其实不太会发白。那如果他的脸色比较好，就是表示他的人已经慢慢走。体力应该也比较好吧，不会常常疲惫的，对不对？对，他体力也比较好。这里所有的一切，我最重看重的就是这个了，还有脸色啦，这个才是我们要最重的。那这些植物，我认为都是假象，都是蔬果。那你只要这些阴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它就可以好。所以以后这些应该都会慢慢恢复。还是比较容易想睡，可是脸色跟想做就是改善的非常大。哦，那这样应该你们压力就比较少了，也没有再去西医检查了嘛？好，不会的哈、爸爸也不会带他去了吧？真的哈、决心用原始点了嘛？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小孩子他西医诊断最后说一定要洗肾了、洗肾一段时间之后还要移植肾脏，在这个洗肾的过程中叫他们家人找配对，可能他那个两个肾脏都要移植，正在找他们的家人看哪一个配对成功，那就准备把好的人的肾脏移植到这个小女孩。他们来其实蛮大的压力，我看都眼眶都泛泪，去西医检查，检查完又直接到原始点来，也是希望多听听吧。那想他们多讲了一些话，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值得那么害怕的。而且以原始点来看，他根本没有像西医讲的那么严重嘛。西医看的那些指数说一直飙高，用原始点他们也是只要温敷，哎，那指数就会降下来一点点，可见都是在变化中。而且这些异常指数在我们说过了，异常指数以异常形态皆属老而非病、这个在疾病与衰老都有讲，也跟他们做分析之后，而、他们就突然间、就比较能够释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回去也照做，刚好又回来之后，哎，我看第二次他们就好很多，刚好也有类似的，之前也有一个也是要洗肾，来的时候脸色也是蛮苍白的，做到现在也是改善很多。我觉得这些在原始点看法也没有那么严重，怎么一定要洗肾呢？被西医都检查到，听起来都很恐怖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个洗肾的案例。六，洗肾。你，我看下定决心很大，但是看你的决定却是犹豫，跟你的决心是不相配，这一点我比较困。因为我还有心脏病啊，心率不整啊。对啊，还有贫血。我看一下你的，那就偏白，这个在白带黄的很多，很明显的、面无光泽了。就是脸偏白或是偏黄或是偏黑，有些洗肾就偏黑了、这些叫做面无光泽、只要面无光泽就是重病、那你确实已经体力比一般差了，要不然脸色不会这样差很多、他会全力以赴，他怎么讲你一定要配合、你不配合他也帮不上忙。然后再来还有一点要求的，就原始点是自救之法，他在处理的过程中你最好在旁边，然后你学会以后，你太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他，一半掌握在他，一半掌握在你，因为在你虚的时候要有人帮他、他就可以帮你按推温敷、那等你完全恢复的时候你要靠自己，
还有一个他的喉咙就十几年就是看中西都看不好，就偶尔就这样咳，我告诉你，从早到晚一风一吹就咳，然后就有痰，就是十几年都怎么看都看不好。你都讲对，风一吹就会这样，就代表怎么样？你虚了，虚了，你已经虚到这样，你一直管肾又有什么用？你肾洗了，你其实身体也正在败坏，你以后要面临的问题可多了。所以你今天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这个不难，只要他愿意配合。就是你是今年11月27号来嘛？那来了9次啊。那今天是12月19号，好，那你来的时候第一天啊，就是脸色比较苍白啦，现在看起来气色好很多了，啊，你还有就是啊，好像心脏也不好，那时候有时候会跳得很快，是吧？那现在这一方面有没有改善？心脏的部分，应该有，但是没有其他地方改善那么多。心脏偶尔还会怎么样？晚上的时候哈，会有一些心率不整的状态。心率不整，那可能还是要再加强上背部。那再来，你说来的时候走路刚开始是浮浮的不稳定，都很怕跌倒，所以我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走路我一定要拉着我先生然后要慢慢走然后我现在呢可以不拉着他他尽量用他的那个平常的速度走我呢我也可以比较能跟得上最近比较有体力可以跟得上。那从这几方面来看，你应该更加放心了啦，你体力已经提升了，那就是好转。所以你还担心要洗肾的这个问题吗？现在还有压力吗？应该没有了，已经不会担心了哈。不会，真的是从内心有了自信了。对，哇，这个很重要。还有我来的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吃饭是都不太吃得下的因为那时候我的牙齿是还没有弄好最近牙齿也弄得比较好可是呢这中间呢我先生他都逼着我一定要吃饭而且都每餐都要一碗饭要一定要吃完我的要表述的就是说我吃得下那比之前吃不下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整体来看你现在真的都在走上好转了而且速度还算蛮快的算蛮快的还算蛮快因为你那时候我看情形已经到临界点那时候你的心情一直没有很开朗是吧对你会觉得好像对未来很难亲近是吗不是很难亲近是未来我的未来怎么会这样我有时候睡一睡或是白天有时候这个地方肩胛这个地方肩胛这里会酸酸的然后那个手会麻了解好那这一部分等一下跟心脏也有关这里帮你上背部按一下这里就会解决那手麻再帮你查一下看看这几点还有哪里有问题现在谈那个有没有改善他有时候会改善有时候就会比较多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这一部分有有一点改善哈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也是西医判定一定要洗肾的跟上一位那个小女孩也是一样她比较早来她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情绪都不稳定走路也要人家搀扶着再来就是心脏的问题心力也不整西医说要洗肾感觉跟先生也给先生很大压力她先生也陪她来嘛整个按下来其实整条脊椎到还有头部原始点都有问题处理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
原始点在诊断与治疗都有讲嘛，这个应该算是他比那个小女孩的问题更大，他的症状也比较多，在我判断应该是显像胰腺。那显像胰腺处理的方式当然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第一次来我们就帮他全身涂姜粉泥，那来回三遍，再配合按推，按推完再配合温敷，这样他回去也就照做，一个礼拜有时候会来两次左右，每次这样追踪下来，他进步情形也算是蛮快的。那个小女孩最后也来一次，也是有改善。从这两位患者来看，很多要洗肾的，如果能够适时赶快过来用对方法，好转方面还很快。如果一洗肾洗了一段时间再用原始点，那效果就差很多了。这也是提醒，要洗肾之前一定要好好评估啊。好，我这个刚好这两位都是最近来基金会的，都被西医宣判要洗肾。大家也知道，在台湾洗肾的比例是全球第一名，动不动西医看什么指数不对就要人家洗肾。原始点来看，这些都还蛮容易救回来的。我相信在这一部分，原始点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患者。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七，严重皮肤病，他处患处辨别。因为他今天很痒，好很多了，今天特别痒，这边也会痒。那痒按推有效吗？如果没有效，就是患处体伤，那就是加强热炎。但是他加强很多哎，他早上起来就一直一直搓还是痒？对呀、啊，就是不是搓完就不会痒，但是。可以持多久？稍微三十个小时。三十个小时算有效。好，那如果这里还痒，我帮他同步按按看。现在就是诊断嘛，你这样涂，那三四个小时是不是他处没有解开？那我们按就知道。那诊断应该是先按再试。再试 ，OK， 好。好，有一点的哈，不会痛。这里会痛。好，你可以下来，两脚比较看看。我按的这一脚还痒不痒？比较不会痒。确定？他、这一脚还在痒，对不对？对。以后你们在学的时候，他说两脚，你不要两脚都按。为什么？懂了，就可以改。你才可以比较。我一直教你们，就是诊断很重要。原始点这一套是诊断。所以你要测知到底是他处皮伤，最好两脚先布，前部，一脚按完，两脚他就可以比较。那你就更进一步可以确定这个是他处，那表示你们只是加强热源，但没有加强按推，而他是在深层，他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都在痛，对吧？他主治医会那个，所以我就没有用。然后变大根。这边会痛吗？会痛哈、哦。好，等看看。可是我这边又好痒。现在还会很痒吗？哎呀，好想啊，是这样。会痛吗？会。就有改善，比较轻松啊。可是我又不能抓，我现在这里这两根好痒。这一点痛吗？会。好。这里呢？也会哦，这里是脖子的呢，还在痛、啊。嗯，比较没有，可是下面还有一点点。下面哪一点？好，趴着继续。所以哈、他现在在下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里呀、所以很明显，这个是在上背部。再下来，所以这里还要按下来。那这个呢？这个会痛。这里就会痛。这里也痛啊。
有，不会痒了。不会痒了啊、哦。哎，真的。所以它有体香，还有热能不足的问题。它体香一定要按推，光靠姜粉泥不能解症。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两位一个是志工，一个是来的患者。第一个志工他是这样，他小腿啊，小腿侧面那个两脚都在痒，他自己就用姜粉泥啊来回涂三遍，也温敷，也用电热吹风机这样温敷，感觉有效，但是两三个小时又痒起来，他就没招了。他有时候一天用了好几次，他也觉得蛮烦的。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如果一开始他的诊断应该可以以先按推为主，因为体力还不错嘛，体力还不错应该就是以按推为主，按推为主按下来，如果有改善，那这个痒就是属于他处体香。但是他的皮肤还有起疹子一粒一粒，这个当然如果要皮肤病的问题，当然也可以搓，直接搓患处了。搓患处，它不能还不能完全止痒，本来就应该先按推他处。大家也看到，他两腿我只按一腿，按完按的那一腿立刻就解症了。那我们疾病与衰老就有讲，疼痛酸麻痒，疼痛跟痒。多属他处体香，大家不要看他起疹子痒，就一定误以为一定是患处体香，这个有时候会误诊，还是要按推我们的大开关来确定，这样是比较准的。痒，我们的志工按完，哎，他就立刻解症，他确定他处体香也有问题。好，第二个是患者。其实如果以来看，它虽然是全身性，到底是重病还是轻重症，还是要看体力。它整个皮肤他说已经好多年了，那也不会好，又痒，全身都在痒。这时候其实如果看他的体力还不错，在我的看法应该还是轻重症。轻重症应该重点是先按推啦，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他全身都是皮肤，都连腿比较严重就烂掉，哦，烂到好像都有伤口。如果有伤口，那个就是撞的组织受损。体力还不错，可以先按完再涂姜粉泥。我们志工的做法。也先涂完姜粉泥，涂完之后患者又反应，一下子又说他腰部上面那里都会痒，志工又帮他按推才解症。要离开之前又说他肩膀也在痒，肩膀最后我听到我就直接下手，我说好吧，那就我来帮你处理肩膀。我们知道肩膀的痒或肩膀的痛，他的一般依我的经验，一般都在枕骨下缘，一定有压痛点。它不止枕骨下缘有压痛点，它连揉到脖子两侧都有压痛点。那按完之后，它肩膀就不痒，又说它的上背部膏肓的地方也在痒。这很显然，旁边找中间嘛，也在上背部，我在。进一步加强上背部的按推，把压痛点找出来，按完就立刻解症。有时候涂，大家在说皮肤病涂姜粉泥非常有效，当涂完还在痒的时候，大家也要很清楚的了解，这很可能热炎不能解症，一定要配合按推。按推当然就是要先按推大开关。在诊断上，如果遇到虽然全身性的，它是痒比较严重，我的建议还是不是重病，那就应该先按推为主。按推完，症也解决了，再来考虑它皮肤病的问题，该用
姜粉，姜粉泥涂就用姜粉泥，张口该用姜汤清洗，也可以用姜汤清洗，这样。这两个刚好都是既有起疹子，皮肤有起疹子，皮肤又有痒，显然两个那个痒多属他处体香，那起疹子就是患处体香，就可以涂姜粉泥之类的来解决他的组织受损的问题。好，那我这两个案例我就补充到这里。老师，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就到这里，接下来进入答疑部分。好，张医师答疑。乳腺癌患者提问：我51岁，癌肿瘤约8公分，一直是自己调理，内热源为秘鲁姜片及姜粉，按推是丈夫帮助。今年3月起开始消，直到现在消减了约50%，呈现大坑的趋势。有些问题想咨询，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现在因为老是流组织液，所以皮肤被淹得很痛，图片上一的地方是最痛的。白天的时候我都在皮肤下面垫一块毛巾，随时擦拭，随时更换，但是有辣痛感，感觉热能消耗很大，很累。从表面上看，皮肤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皮肤一碰就疼，现在疼的时间越来越长，感觉很痛苦。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加重了。一般来说，上午最痛，下午因为做按推和烤电会好些。有的时候在上面抹一点香油，开始的时候管用，现在也不管用了。我平时用一次性的纸杯，把它剪断之后扣在肿瘤上面，用胶条粘住，以保证通风。您看肿瘤周围的皮肤都很暗，这些地方当把纸杯扣上去的时候会感觉很难受，很不舒服。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纸杯通风，胶条粘在皮肤上也很难受。每天早上我都会贴3个暖贴在乳房周围，我觉得越热它就越疼，到了下午暖贴热度减少，疼痛会好一些，但是也不一定。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也很痛，我感到很害怕，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不是都要这么痛，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下面我介绍一下我的处理方法，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一，按推背部原始点、肩胛骨还有到 L， 每天一次，按推患处，每日2次，最近才开始用姜粉泥按推，但肿瘤边缘没有用，因为皮肤的问题。二，温敷，白天乳房周围用3个暖贴，上背部用2个，晚上睡电热毯，为保证睡眠，患处没有温敷。三，锻炼，每天锻炼将近2个小时，因为最近疼得比较厉害，缩减为1个多小时，走路50分钟，伏地挺身30分钟，总体来说体能较好。北方现在很冷，但是我每天上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和没有风的时候也是坚持出去走路50分钟，不知这样对不对。四，内热源，熬煮50到75克的秘鲁干姜片，包括浓姜汤清洗和内服。五，患处用浓姜汤清洗，每日2次，用远红外线烤灯和电热器，每日约2小时。六，饮食，
每餐炒两个菜，其中有一个菜必是辣菜。温热饮食，不吃水果，请给予指导，谢谢。请老师答疑。好，这个患者，我听完哈，他最主要就是皮肤痛，让他很难受，他也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好，我们来看他提问哈，他这个乳癌爆掉之后，他也有用内热源来调理，用的姜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看起来他黄线化的那里是他最痛的地方，不是我们乳房爆掉的时候，乳房本身是不会痛，一般是旁边痛也跟乳房爆掉是无关，痛多属他处体相。患者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这个痛他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他因为这种情况痛也有几个月，他认为啦，一般来说上午最痛，那下午因为有按推及烤电就是烤热吧，或是用电热器，他会好一点，就是有按推还有热源，他会好一些。他有时候又用香油，这些都不管用。好，我们就来看，我刚刚讲的这个皮肤痛多属他处体香啊，明显嘛，乳房这里痛，第一个如果你对到后面来如果靠近脊椎两侧是内侧的话，那你就以脊椎两侧找压痛点，一般按完就能解症。啊，如果是靠在比较中间的部分，那肩胛骨内侧沿再按一下也可以解症。再来，如果它是靠侧面甚至到腋下那里破掉再痛，那就按肩部原始点，就是前面找后面看哪个最近，如果比较靠近内侧就上背部原始点。再来辅助点就是肩胛骨内侧沿，如果靠外侧就是以肩部原始点。他为什么会那么痛？他也有按推啊，我们来看下面，他有用罩杯啊，那罩杯他也很难受，那个都是皮肤他感觉本来就有痛感，也本来就不舒服，再用罩杯纸杯这种黏住，那当然更不舒服。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里我就不说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他有说他第一个每天他都有按背部原始点，还有肩胛骨应该是内侧沿，还有倒流就是肩部原始点，他都有按每天一次。我只能说他的手法一定有问题，这里几乎都不用问了，因为癌症看那么多，痛多属他处体相嘛，那很明显就是压痛点没有解开啊，他应该在拍他怎么按推。我们听众或是患者在问的时候，他常常以为我就会按推那应该就能解症，没有啊，我们刚刚放了很多，就是我最近去基金会的很多案例，我们志工也学了很久啊，有时候按推也不能解症啊，为什么？手法不到位啊。我们的志工有些做了很久都有可能不到位。还有我再举例子比如说有一些公益点也是啊，做不到位，患者打电话到基金会来问，那基金会只好再推荐到别的地方，结果到别的地方他一按推就能解症。很明显各地的推广点他们的手法看视频但学到的结果也都不一样，这个才是我比较担心的。其实我看你用的热源都没有问题的，重点不在热源，而痛多属他处体相，唯一一点就是按推不到位啊，按推的部分又没有拍视频给我们看，我相信你一拍出来大家就知道结果了，应该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按推的部分确实比较麻烦，我最近理论也差不多都快讲完了，也一直觉得
各地要把原始点真正学好，那个手法也是很重要的一项。那问题就是，我几乎这些年来都没有在教，只有早期的这些影片，看我早期手法的影片，真正要学好的又不多。比如有一些要靠身体的姿势，怎么样按进去才能按到深层，啊，不能用蛮力，哦，有一些再按推他就不一定能够充分体会，那有时候按推又按到表层，然后又不能解症，这样的案例还蛮多的，将来可能要再加强这个按推的部分，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教大家按推，那有些痛多属他处体伤，就像痒一样，痒也是多属他处体伤嘛。你热炎虽然涂得要死，都很完善，但是还是不能解症啊，你还是要加强按推啊。患者的问题就是按推不到位，只有这样。啊，其他的他提的问题都是因为按推不到位而从这一个问题延伸出来，包括他的皮肤问题啦、痛啦、种种啦，不是，我看他一直在这个问题纠结着，他好像什么都做了啊，事实上最大的问题应该就在按推。好，这个患者送乳癌患者原始点也太多案例了，如果做到位一般都可以改善，不需要有什么恐慌的。按推完它的瘤组织液会更多，按推大开关再加强按推周围患处的压痛点，就会流出很多，一定要用姜汤清洗干净，组织液一定要清洗干净，好，要保持干爽透气。好，这个患者我就回答到这样，如果他想继续了解的话，我认为热炎那个都不是问题，先把按推的手法改进。如果还不懂，你可以把就是这个提问者他是怎么按推的拍个视频出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再来交流，这样对你会比较有帮助。好，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志工答复分享。提问一：本人不幸患罕见的脑病，从4年前一次右手和脚瘫痪几分钟后，才查到这病。医生要我做血管大小手术，但我至今还不想做此手术。这4年，我了解，如果我吸气不顺，比如唱歌、吹乐器，或情绪激动而哭泣，手就会开始麻痹。所以，我避免以上发生，合作头部原始点。到此还没事儿，可是最近看了些此病的一些资料，通往大脑的血管会越变越小，到越来越少，最后没有去。我开始又担心起来，很烦恼，不是应该继续我这4年的方法，还是听西医的建议。我对老师的原始点一向来很感恩，因为他让我多年的哮喘、胃病和长短脚带来的不适有很大的改善。哮喘和长短脚的不适也很多年没发作了。在此希望请教老师对这罕病的看法。烟雾病又称颅底动脉环闭塞症，由于这种颅底异常血管网在脑血管造影图像上形似烟雾，故称为烟雾病。纽约团队回复，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手术及西药不但不能彻底疗愈疾病，对于体力虚弱者甚至还会危及生命。原始点医学是以人为本，以病为师，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验证出来的，安全有效，
非侵入性的自然医学，人人可以学习原始点医学，健康自己把关，自己做自己的医生。四年来，你应用原始点医学改善了哮喘、胃病甚至痊愈，你应该对原始点有所悟，反而你现在坠入迷雾中，不知要继续使用非侵入性舒服的温敷按推，或者接受磨刀霍霍侵入性的治疗。这就表示你对原始点没有信心，观念也不清楚。生病已经很苦了，你又被一个奇怪的病名烟雾病吓着，这岂不是苦上加苦，只会消耗热能，推迟身体修复。原始点不重视病名，主要以研判患者的疾病的症状作为诊疗对象。原始点医学认为，所有疾病之因都是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只要因变果就会转。希望你认真听张医师的课，详细看新的原始点医学的书，为趋吉避凶，要用智慧解决病苦，做自己的医生，立刻断疑生信，不要入宝山而空手归，后悔莫及。请老师补充说明。啊，这个在志工的回答上已经帮他的疑惑都解答得很好。我也想，如果患者如果他对原始点已经了解了，为什么还要检查？检查我说不外就是果嘛，果还是要找到因啊。啊，疾病之因原始点也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不外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你的症状出现在哪里？比如在头部，那我们就按头部原始点啊，再加强热源。理论上还真的要看原始点医学的书，知道了自然就不会去检查，也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惑。如果要把身体照顾好或帮助别人，除了观念要清楚以外，手法也一定要再加强，这样才能够以后有什么症状的话就可以立刻做到解症，按推解症的作用，我才不会这个按推也做不出来，又有很多迷惑啊，迷惑又要去找西医检查，越走就越远。这是我的补充啦，志工已经答复得很好了，我想应该都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吧。好，我们就再看下面。提问二：持续发烧，浓姜汤、红豆袋、灌肠都用过，还是发烧，体温一直降不下来。我今年28，姜汤的用量是姜10天一袋，红参3天一袋。现在体力不好，热敷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热敷，前后都热敷。我没用过姜泥，我一直用的是姜膏，一直贴姜贴。纽约团队回复：持续发烧和体力不好是属于重病，要以内外热源为主，按推和其他保健支援为辅，可以用温热水冲洗头部和上背部，或以电热器照头部，直到头部和上背部温暖，再以温热的姜粉泥稍微用力搓抹头部和上背，直至干掉，或以电热吹风机吹干，这样可以来回2至3次，之后可以直接再用外热源温敷。如果把头发剃光来做，效果会更好。温敷后可以按推耳后，耳后延伸点、枕骨及上背。要长时间温敷患处，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不良生活习惯要改，内外热源要充足，并以患者能够接受吸收且病情可以改善为最高原则。壁炉有机姜粉比姜膏好，用温热的姜粉泥
稍微用力搓抹在温热的头部和上背部，可以使热源达到更深沉且持久温暖，加速疗愈疾病。请老师补充说明。好，我觉得志工回答的都很好。外热源的使用，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新书了，即便你现在还没有拿到新书，我们的官网都有公布我们电子书，电子书在重病处理那一篇也有讲到外热源的使用。因为你一直发烧不好，第一个要考虑的，发烧不好它一定会消耗很多热能。志工也回答了，这个应该属于重病，重病应该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热源的使用应该这样是最好的，就是参考重病的那一篇。这位问的患者他可以 上网看。至于按推的部分，就是针对局部啦，局部你看看哪里发烧，比如说头部原始点或整条脊椎都按按看，热源也比较容易进去，我相信这样再改善它就会更好了。我们整个重病当然首重热源，以热源为主，外内热源为主，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整个道理都在这几句话。按推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头部原始点到脊椎，整条脊椎，其他保健方法就是志工回答的，要配合运动休息还有良好心态，如果能够这样用，我相信发烧应该可以、慢慢就恢复了，就不会再一直发烧。好，我补充到这里。提问三，您好，请问原始点有关于改善肺纤维化、不停咳嗽的医疗病例吗？感恩。纽约团队回复，肺纤维化是属于异常形态，是老而非病，它不会产生一个咳嗽不停的果，所有疾病之因都是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咳嗽属于症的功能混乱，属于他处体伤或患处体伤所致。若患者没有体力虚弱，咳嗽属于重症，以按推为主，温敷为辅，先按推颈部、上背部和肩胛骨的大开关，温敷相对应的原始痛点。若是无立即改善，再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按推压痛点，温敷患处痛点。若患者有体力虚弱，是属于重病，就要以内外热源为主，按推和其他保健支援为辅，可以先在整个上背部及前胸用温热水冲洗或电热器持续温敷，等皮肤温暖，再稍微用力将姜粉或温热姜粉米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如此来回2-3遍，再以外热源温敷，温敷后再辅以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可以用壁炉有机姜粉喷喉咙，注意避免侵入性的治疗及寒凉性食物，配合适当运动，建议做伏地挺身、扩胸运动，充分休息，改掉不良生活习惯。还要加强手法，手法需通过原始点位置的深浅乃至上下左右找出压痛点来按推，而按推要先按后推，且按要由轻而重，由浅入深，推要前后均匀来回，力道不能太生硬，要配合身体的姿势，观念正确和手法精准是解症的最大开关。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位是问，其实他症状就是咳嗽，久咳不愈，他一定去检查，他检查出来又说他肺纤维化。问题来了，肺纤维化不是因啊，志工已经回答了，肺纤维化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老化的现象也是果，咳嗽也是果，果与果之间当然不可能有因果关系。重点不在肺纤维化，而是要怎么来治疗这个咳嗽。好，咳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疾病与衰老有讲，如果咳嗽或属他处体伤，或属患处体伤，那就看这位患者的体力。如果体力很好，就是轻中症，以按推为主；如果体力很差，就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哦，原则处理就是这样。好，反正按推是可以辨出他到底是他处还是患处啦。如果按推有效，就是属他处体伤嘛。按推的部分再加强热源温敷就可以。按推完还在咳嗽，那就是属患处体伤，就是可以加强热源的温敷。我们的志工来，我们看下面我们的志工回答他如果按推没有立即改善，他说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按推温敷患处痛点，好像这样回答好像没有问题，事实上是有问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咳嗽你怎么找在患处周围，咳嗽是一个抽象啊，到底在哪里才算他的患处？难道是背部吗？还是哪里呢？他的周围在哪里呢？没有周围啊，咳嗽是没有周围的，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疼痛也没有周围，痒也没有周围，你怎么在痒那些找出他具体的周围？其实这一句话，按推没有立即改善，再从患处周围找压痛点，指的应该就是指硬结、肿块、肿瘤之类的，这个有具体的形象，你在周围找，这样才合理。好，这一句话，那咳嗽要，比如咳嗽或疼痛痒，要不要在患处找？我认为这些都不必要。其实按推了没有立即改善，就是加强热源。那如果是硬结、肿块、肿瘤，才要在周围，因为你要解决硬结、肿块、肿瘤嘛。那如果要解决症，就不需要在患处周围找。我对原始点这一点，应该在书本上可能没有写到很清楚。从重病跟我的诊断与治疗，应该也可以看出这个方向。这里应该如果猪。我再重新写，那我会明确的点出来，就是如果像疼痛或症的方面，先分出症或状，如果状或异常形态这一类的，按推无效才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如果是属症，不一定要在患处，可以就是参考而已，比如说腹水它是有周围整个腹部都肿胀起来嘛，那你按推脊椎两侧没有效，也温敷背部，事实上还可以再加强热源嘛，加强热源连腹部就可以再涂姜粉泥，甚至涂姜粉泥的过程中我们说要稍微用点力进去，这样就可以了，而这个力量是要帮助热源进去，而不是在找压痛点。你腹水整个都这么大，你怎么找压痛点？一般症我会是如是解释。如果是肿瘤，硬结、肿块、肿瘤，像我的鼻尖就在周围找，或是鸡眼也可以在周围找。好，这些周围找压痛点那就可以。如果是一个感觉的不适感，比如刚刚咳嗽你也没有一个范围，没有一个具体，它不是状嘛，症跟状如果这样分开，如果症的不适感按推无效，可以在患处加强热源，周围热源的进去不是在找压痛点，应该是大面积的涂啊，要稍微用力，这样用力其实已经在舒缓了，
它热源也比较容易进去。在这里我也做这样的补充，以后这个处理方式应该我现在讲的对大家在临床上做的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硬结肿块肿瘤像乳癌这些才要解决这些硬结肿块肿瘤异常形态才要在周围找不到的那就是大面积的涂姜粉泥或热源。这时候他处也可以温敷，患处也可以温敷。我的意见是这样。好，这个咳嗽其实不需要讲那么多。如果说患者没有体力虚弱，就是轻重症，轻重症一般按推就可以解症居多了。如果没有再加强热源，我相信也可以解症。如果他体力已虚弱了，如果体力已虚弱，才要参考重病的处理，还要配合其他保健方法，比如运动、心情、良好心态。啊，如果是轻重症，就不用配合这些，按推温敷很可能就已经结束了，不需要讲那么多。好，我的这一个回答，志工回答太细，我也就补充到这里。好，提问四，尊敬的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您解答。我的痔疮问题已经好多年了，每次解大便痔核都会脱出出血，没有疼痛，大便完需用手推进去。11月初出血有点多，我就大便完就用有机姜粉做浴，擦干后再涂抹上姜膏加姜粉，做暖垫温敷臀部3个小时，每天还用小喷壶装姜粉推进肛门喷4-5次，没有按推。5天后大便痔疮出血没有一点改善，比之前还要多，心里非常恐惧和犹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血止住，每天只要大便不要流血就行，至于痔核消不消我都不在乎，希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回复。饮食上我已经戒寒凉，基本没吃水果，饮料从来也不喝。纽约团队回复，痔疮出血可以按推荐椎和臀部的原始痛点，然后温敷荐椎和臀部的压痛点，为了使热源直达到患处体伤，可以用姜灌肠，因为患者痔疮导致出血，有疮口最好用温浓姜汤清洗及灌肠，一天可以多次，要配合运动，走路爬楼梯都有帮助，请老师补充说明。好，其实在谈处理的一定要先诊断。第一个，如果它只是局部的，也不关体力，很显然就是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嘛。痔疮的部分，它的按推很显然它是属于重，因为它出血，它在乎的是出血而没有疼痛。这时候按推如果还是继续出血，就是加强热源，加强局部的热源。局部的热源这里已经说了，可以用姜汤，因为出血嘛，浓姜汤为主，不管是用灌肠清洗疮口痔疮的那些伤口都可以那这样就可以改善了。好，我就补充到这里。提问五，张医生您好，我是在网上经常看您的教学视频，现在遇到一个小朋友眼睛下垂，目前没有其他症状，不痛，是在1年前家里人在小朋友的左脸上打了一巴掌，第二天发现小朋友的左眼皮下垂，四处求医无结果，现在每天按推头上原始点3天了，按推枕骨下沿和耳后原始点非常痛，温敷
每天晚上用暖宝宝温敷到天亮。不知道这样处理正确吗？请老师指点。纽约团队回复，原始点通过改善体伤及加强热源的补充，让身体修复，从而改善症状。眼皮下垂原始点的观点是轻重症，以按推为主，温敷为辅。先按推头部原始点，包括耳后及延伸点、枕骨，温敷原始痛点。若无立即改善，按推患处体伤，按推眼睛周围痛点，温敷患处痛点。按了三天没有改善，请注意手法精准。耳后原始点，2020年9月更新。眼皮下坠案例，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位志工回答得很好，而且有补充这些新的手法，也让这些提问者能够做参考，而且又有案例，我觉得这样回答很圆满啊，我没有多余的补充。提问六，我虚虚延时点已经有5年了，我52岁，与长期工作、观看计算机，眼睛长期过劳。上个月左眼开始80%看东西乌黑，如遮上了纱窗布一般。右眼正常，平常缺乏运动，但少吃含量食物。看了眼科专科，确认为视网膜剥离。眼球有伤口，进眼液了，医生要开刀把眼液抽离，并用激光技术处理伤口，再注入气体扶正眼球。我并没有接受医生的治疗，现在用原始点处理，按摩头部原始点，喝姜汤，并用姜水洗眼，晚上睡觉睡热垫，并温敷头壳后。现有疑惑请解答。一，我的原始点处理可到位？二，视网膜剥离可有成功案例连接？三，视网膜伤口真的可以自行修复？纽约团队回复，原始点通过改善体伤及加强热源的补充，让身体修复，从而改善症状。视网膜剥离在原始点的观点是轻重症，以按推为主，温敷为辅。先按推头部原始点，包括耳后及延伸点、枕骨，温敷原始痛点。若无立即改善，按推患处体伤，按推眼睛周围痛点，温敷患处痛点。温姜汤是眼睛最好的热源，用温姜汤洗眼睛，可使热源直达患处体伤。姜汤的浓度以患者可以接受为宜，可以从淡开始逐渐加浓，每天可以洗多次。建议姜汤洗眼后再用红豆袋温敷，使热源更持久，能够长时间温敷眼睛更好。你手法有可能不正确，请参考张医师的手法教学。一切疾病皆由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组织器官运作正常及热能充足，就有足够自愈力、免疫力，症状自然可以修复。耳后原始点，2020年9月更新，视网膜剥离案例。最后提问，请教张医师，当视网膜脱落了，是不是与身体、眼睛的因果关系就不再存在？比如果熟蒂落，与树的联系没有了，因果关系还存在吗？请老师补充说明。好，
最后那个提问，他说视网膜脱落了，就是不是跟眼睛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脱落视网膜剥离脱落，这些都是西医的名词。凡你看得到的都是果，只有果怎么会有因果关系？管它落不落，落与不落不都是果吗？落下来也是果，不落在身体上也是果。好，刚刚志工回答这位说视网膜剥离的问题，我也想他应该是认为视网膜剥离是不是有治疗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是西医的名词啦，检查出来的一个名词。那原始点是以症状为主，如果眼睛有问题，不是因为有了这个病名，我们原始点就来解决这个病名，而是解决症状。这些病名也只不过是从症状的一些特征来加以说明研判的，不要一直执着在视网膜剥离这个名相上。好，如果你有症状，刚刚我们的志工已经回答得很清楚，这些局部的轻重症应该是要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一定要注意按推的手法。说实在，按推手法头部原始点真的要学好还真不容易啊。我刚刚已经讲很多志工的手法根本都已经做不出来，而且食指的工具已经变成拇指了，这怎么可能做得出来？有些比较深层的压痛点他就一定做不出来。如果你们去推广点，以后去推广点，如果看到志工的手法包括工具拿的也不好，他又不能解症，最好还是换另外一个推广点。工具拿不好，自己又变了一些工具的用法，事实上有时候深层是不容易按出来的，学习者自己按那就更有这些问题了。一定要照视频这样来学习，对你视网膜剥离所产生的，西医说的视网膜剥离，那也就是它产你现有眼睛的症状，它的处理都是要从医下手，一定要注意按推还有热源。志工刚刚的回答已经回答得非常好，我也没有什么补充，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很多提问者还有都会用姜膏，提到姜膏，姜膏早期在原始点以前的书都有写，而且制作方法也都有写，可能用凡士林油啦，跟姜粉啦，比例怎么来做，或是用麻油啊，也有人用麻油跟姜粉来制作，都有一个问题，不管凡士林也好或麻油也好，都偏凉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很久就不再用姜膏了。我的新书里面也没有再提姜膏，反而最常用的是姜粉泥啦。这个也提供给今天很多提问者，那个热源的使用上可以考虑不要再用过去的姜膏，可以改用姜粉泥。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好久没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了，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很多问题都一并回答，还有我在基金会的一些实作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好，谢谢张医师，谢谢。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